So living in Taiwan has made me very curious about what it is about food that smells like Satan's anus that seems to attract a chaotic mass of humanity on a nightly basis. 这里吗？大概一个月来两次左右。真的，是因为住这边还是？因为我是带陆客、大陆来的观光客，我是华裔导游，所以这个来到南部，来到高雄一定会来六合夜市。 南部，那你觉得六合夜市哪里特别？六合夜市在台湾的各种小吃，你都可以找得到，尤其是像木瓜牛奶、台湾的蚵仔煎啊、台南的这个棺材板啊，你想得到的都在这里可以找得到。那你觉得为什么都会想要就是，比方说外国人啊，他们来台湾就是夜市哪里特别的，会都会想要带他们？就是台湾的小吃嘛。 台湾的小吃为什么这么多样化？就是因为这个1948年的时候，随着蔣介石来的这些老兵是来自于大陆的各省啊，由他们演变而到，而且加上台湾味道，之后经过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就更有台湾味道。 Well, I found the tour guide's explanation very interesting, but I was still curious what the locals have to say. 你常来这里吗？偶尔，偶尔来。我住在附近。那你会来这边吃东西吗？偶尔，真的。如果来这里，通常你比方说我来六合，你就想要吃什么？一般呢，我们比较老的店啦。还是前面那家海产粥。海产粥嘛。对。你看为什么很特别啊？是因为它味道比较。 当地啊，台湾就是比较适合台湾口味，对，真的、哦，对，就新鲜海产，对不对？很新鲜。开多久啦？三？我在这里超过50年有，那家店有了将近四五。那所以高雄六合夜市以前就观光夜市吗？最以前是夜市，就想吃的一天。就是最近年才改成观光夜市。哦。 是政府在推广，因为观光客多嘛，尤其是大陆来的，对对对对，大陆客比较多，所以他把环境什么都改得很好，差很多呢，以前没那么好嘞，是真的吗？对对对对对，现在比较好嘛，现在好好多了，好很多。那你有没有特别的推荐的？推荐的那个，尤其不常。哦一季。 乌鱼子，真的，也是在最前面那里有一家用烤的，烤的，那家也是很老了。哦，好像很少看人家那边吃乌鱼子。对，比较它会很。乌鱼子，价钱还好啦，你来这边观光价钱都还好。OK， 没错，所以你都主要会吃就比较中式的料理。对，因为这边大部分就是卖海鲜嘛。对，海鲜嘛。对啊，这边海鲜就是海鲜。 高雄靠海啊，靠海，所以它海鲜。对，高雄是靠海。那我就觉得跟其他夜市比起来，六合海鲜算卖比较多的。其他夜市像瑞丰夜市，你听过吗？瑞丰我就。它就是卖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东西啊。所以这边算。它也没有在卖什么，这边你们看卖麻辣。是在高雄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为什么？炒鳝糊，台湾人跟你讲，以前的人穷嘛，鳝糊就是补啊。 哦，是啊，补血啊。哦，是这样子。Okay, now I was curious about the vendors and what they could tell us about what they do. 那就随你了。阿姨，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榨甘蔗，随便乱榨。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原汁。哦。对啊，这个看，这个它留下。这个就是它榨的甘蔗原汁，你要下来过滤，因为它不会有渣渣。对，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比较新鲜干净啊。 对啊，然后你桶子要有一些冰，要让它过冰，这样子因为它榨下来有浓度，才不会发香。甘蔗，你看它榨出来就是绿色的。对对对对。对啊，跟一般它，因为它有含绿元素啊，所以你看它榨出来，它榨出来本身就是绿色的啊，就你们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它是染色，其实它不是染色。它原本的可以试试看，因为这是台湾很有名的埔里甘蔗。哦，哎，我是南投人哎。这个真的是你们那边的甘蔗啊，因为你们那边的甘蔗很有特色，都是。 这种结很大，对啊，色的，所以说你都是要去从埔里把甘蔗带到这里。我们有专门搭配的蔗农，因为你一定要用固定一个蔗农啊，你不能去果菜市场批发，因为品质会不一样。对，聪明。
因为你哪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肥，用的是什么水啊？因为你是南投人，你就知道你们那边是好山好水啊。大家都不爱，常常都不施肥，然后就一切很甜美。对啊，这样你们每天可以炸到几桶？你应该要问炸几斤吧？啊，对，炸几斤啊？有时候六七百啊，像昨天就五六百啊，啊，平常就两三百啊。哦，看那个。对，看客人的流动量。这个跟这个就延续我们以前台湾在制糖的时候，所以台湾拿来制糖吗？以前是，可是因为现在台湾不制糖啊，对啊，所以他就会单纯把它拿来榨汁用啊。然后这个是为了预防给客人丢垃圾，所以你们会把这个拿去，就是他们会有人来载走。这边环保署会来接收的果树，像橘子啦、柳丁啦、芭乐，他们就喜欢放这种甘蔗渣。都是咖啡色的，那个是红甘蔗，那个还可以制黑糖啊。有不同的分种，对不对？对啊，这个是单糖甘蔗，这个是它的甜分比较不够，所以它只能榨。哇，我们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啊，你可以试啊。你不是要用吗？这样也太刺激了。I'm gonna try that。对，太用力了，没关系。好，然后直接放进去就好了。这么刺激，这样子吗？对啊，请问你有什么心得？我觉得有一种很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有原汁原味哈、哦！这好大只哦，哎、欸，他就这样，他自己。We'd gathered quite a bit of information, but the mystery behind the allure of Taiwan's famous stinky tofu still hadn't been explained to me. Perhaps other Westerners might be able to help me understand. You guys from America? Yeah. Nice. Yeah. You guys do you live here in Kaohsiung? Yes, for 3 days. But just 3 days. Just so you're it, yeah. new. Yeah. Ever tried the stinky tofu? No. No. Not yet? No, haven't yet, no. Our friend just told us that's what the smell was. Yeah, well, I hope it tastes good. Smells, yeah. I guess to understand the stinky tofu, it was going to be up to me to try it for myself. Right here is what the night market is all about. Now, I can tell you that walking in here, it smells awful. I'm very, very hesitant to eat this right now. I can see your hands are a little bit shaking. If it tastes like it smells, I'm going to hurl. To me, it tastes like after I've been out partying all night and then I throw up in the morning. Ew.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day, I have that taste in my mouth. That's what that tastes like.